侧脸部的部分。OK， 下。牙刷主要是会追踪你手部的位置，去侦测你在刷牙的区域。那当你在刷牙的时候呢，它的颜色会慢慢的变淡，一直变到白色，然后破掉为止，就代表你已经把这个区域已经刷干净了。再换另外刷别的。Thank you.